没错啊。今天唐小文的唐人刚他们杀猪，我吃那一块包来着我。一人家怎样的人回来的办事，我跟他等的。买肉的人多不多？买肉的人还多，他们这一头猪都买完了。你没抢到猪蹄膀啊？就是叫我吃蹄膀，我说蹄膀没得人啃，那牙齿都不着。你锅巴都能吃的，啃不动猪蹄膀。啊，猪蹄膀价值不一样嘛，你们喜欢晓得啥哟？把这排骨切下来，炖到这肉随便和啥菜炒一盘子，炖趴一点，你二爷老了牙齿不啥行。要得，我江都你出来都把它收拾出来。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。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，听过最美的旋律，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，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。排骨，二爷，你回来玩几天？我回来，我准备玩个四五天嘞。
就用空调时刻吹着的啊。嗯。好。这两天炖个排骨苦瓜下火的。苦瓜呀，苦瓜呀。这两天上火，所以把它长泡了。喝点这个汤下火。苦瓜炖肉我才吃头一回，我没吃过。往前我在福建，人家经常这么做，清炖。哎呀，你汤喝了再捏捏那个豇豆肉，好吃。嗯。这个要哪个吃都好吃。